知道你人脉广，有很多关系，只要你把我弄出去，你开开手。他握着法律的武器，却为了魔鬼在辩护。老师，这题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怎么还在写这题啊？还错？我上课讲了多少遍了，你怎么还是不会做呀？你上课带没带耳朵？他被誉为蜡烛，却只有少数人被温暖。你看你写的这什么策划，漏洞百出，今天加班改，改不好你就不要回家了。当高一级成为一种权利，就可以处处把你踩在脚下。施舍不再被感恩。很遗憾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而当生命的权掌握在别人手中，又怎知是命运如此，还是已被利益所有？你杀人犯，你帮凶！你杀人犯，你干嘛要帮？你杀人犯，你帮凶！你就是杀人犯，你就他，你帮的凶！在你看来，谩骂不过是为内心讨一个公道。不就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，我的学习成绩差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就是蠢，就是笨，学不会，行了吧？在你心中，呐喊不过是安慰不被善待的成长。又挨批了，就知道压榨新人，欺软怕硬。你看看他。老板面前那个点头哈腰的样子，条狗屎！让我找到机会去老板那儿告他一声。在你眼里，冲撞也许是挽回尊严的唯一选择。喂，撑不死你！你认为善良也要带一些锋芒才有价值？什么叫敬业了？什么叫敬业了？是不是没给你钱啊？不给你，给你钱，钱，你们要钱是吧？那给你钱。给你钱，冷静一点，给你钱，冷静一点，给你钱，决定，给你钱，愤怒，才能填补太多太多的遗憾。老板，这是新改好的策划案。我的主管，你的主管保得了你一次，保不了你第二次。如果不行，就直接开掉，不要占用公司名额。老板，他刚毕业不久，不太有经验，人是聪明人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其实你只看到苛责，却没有看到机会。小雪问的是课外拔高的问题，他问的是我在课堂上讲了无数遍的老题。老师你放心，回去啊，我非打死这小兔崽子不可，又蠢又笨的，还不努力学习。你有时间也多陪陪孩子，不要老是打骂他，也不要拿他呀跟其他的孩子。其实你只看到偏心，却没有看到用心。我的律师费是明码标价的，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请律师辩护的权利，当然也包括你。该做的我会做，不该做的我也绝对不会做。其实正义只是不曾声张，他从来不会缺席。其实被照顾不总是贪得无厌，他也想尽力施以援手。死的家伙有这种过激的反应，你要理解。你刚参加工作就让你遇上了，委屈你了。我们没能救活他，我们没能救活他。其实你未曾了解，眼泪不是为了洗清误解，只是为了担起生命的分量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去啊？我把昨天的策划案
再改改。来，这是给你的，这是给他们的。总有一些温暖包裹着冷若冰霜的外表，总有一些误解不去了解是不会解开的。螺蛳粉的美味，了解过才知。